人民公正党公布十二月州选举上阵47个议席候选人，其中23个议席与十二月国民党重叠，料出现三角战。而公正党在沙州唯一原任州议员黄锦和遭除名，或现以下届大选转战国席。在沙州选举，沙民联的分配是沙行动党15席、回教党5席，还有51席由公正党和国民党协商。公正党只宣布上阵47席，腾出4席让入给国民党，但于国民党已宣布将竞选27席，因此还有23席，难免出现三角战。公正党实权领袖拿督西里安华与署理主席阿兹敏阿里今天分别在事务局古晋宣布候选人及颁发委任状，安华是宣布中北区名单，阿兹敏则是负责南区阵容。安华稍后回应媒体询问时说，公正党与国民党的谈判至今没有成果，虽然努力尝试与国民党协商，不过因为国民党要求的议席增加，最终以破局收场。阿兹敏也说，为了维护民联协商精神，所以公正党人向国民党释出善意，将马鲁地及巴干让给国民党。阿兹敏说，虽然国民党已宣布27位候选人，但经过比较后，公正党认为乙方候选人胜过对方，因此就确定了现在的候选人阵容。他也强调，候选人是由沙州领袖决定，中央只是接纳其宣布而已，中央没有干涉候选人阵容。公正党47名候选人当中有4人是华裔，包括沙州宣传主任施志豪来自巴都林当，曾宪爵来自马占，张友庆来自史纳汀及刘烈贵来自巴都达瑙。另外，公正党沙州联委会主席巴鲁比安出战巴加拉兰选区，巴加拉兰议席是沙国镇目前唯一还没有公布谁上阵的选区，该选区是分配给沙民进党。